这把我们家这个阵容线上注定是劣势，但是线裂了往中期打，只有我能带节奏，但我不想带这个节奏，觉得让队友自生自灭吧。这群人血转的太低了。这边要稍微留点蓝的，因为我们家只有一个符，我残影交太快的话，一会儿回家那波可能买不到鞋子。这个刀用的残影不行。无所谓，拿蓝猫一般没用。这波他得吃大药了，他还是血转的太少了，知道吧？吃大药，水人，我跟你们说，前五级不能乱去转血的。他前五级如果旋转太多的话，你看这一波，他想去转，就他吃药，你知道吧？他肯定要把血再转回去，就把那个力量再转下去，他才能吃药。要不然他，你像现在他一个大招根本回不满，他900点血上限，大招才能回400。一般五级全是要运药的，他不会五级全一直去转血。我也不想杀他，我也杀不了。下弧线推掉回家。还是丢两个兵好了，正常。我就喜欢这个。开过罐品，他在搞笑吧？他400点血。哦，这个野怪头有点痛。
快。这个就不是分金，这个就是没他我杀不了。哎，我，哦，还好我他妈的 A 出来了，我真是操了。不是，我们家谁是三号位呢？两只鸡是哦，破个林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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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稍微早了一点，但又好像没有早。这宙斯真是个愣头青呀，这有个眼，我的我能说啥呢？他身上有那个底子，你知道吗？滚一下也不一定滚得死，好吧？但 A 是有点难 ，A 是。S 攻。
们这波没人能抬这个水。白一点回来。